十。两块，两十块。来来俩，给五块钱。给十五的，差你一嘎等，差几毛钱。微信收款九十元。六十元没给咱。啊，十五，十五块七吧，十五。我来不进去了，你再给我转一个大的，给我两个大的。哎，刀啊！微信收款，好，一百五，一百五，哎，老妹，一百五，微信收款，这是二百的，这给我装上吧。这多少钱我不知道啊，十九，十九，一百五加上二百，三百五，三百七差一块，三百六十九。没了，那绝对选到家。谁炖肉炖鸡蛋去了？我知道，那得炖。那里还有，好像有两瓶。它是凝固的那种吗？这三斤够三十。帮我鼻子。兄弟给你整我，你看是吧？没有，因为这个肘子剁下来，剁当的饭也带肘子，知道不？一百块钱够不？够。要牌要不？要牌一会儿看有肉再。啊？我要一会儿看有肉的，我再给我要一块。要牌肉就这个瘦。这个标小，但是你不可以标小，你可以标大的。你来这块儿。来了，行行行。兄弟，给你拿开，你看看。啊，别光说好，完到时候到咱家一吃不好，是不？大着糊弄咱了。现在肥肉都吃完了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五花肉，行，这是最好的一流的硬肋。二百，行，多四块钱没要，行不？行行行，二百零四。大哥放这儿了，好嘞好嘞好嘞，都没卸完呢。啊，有骨头的，你来多些位置。啊，上去了啊。哎，冷吗？我大哥都等着吧，你是吧？都拿着呗，要不了来一半。我大哥来了，我这劝都拿着。来来来，来一半，来那边的，来南边的。大哥是来这个不？来个，这个，这是小肠，嘎拉乌了，它不是裤裆，这都连下踹都没有，小小事。前肠要搁一嘎不？啊？那够不？给七十。别跟我抢。咱哥俩说，我过一天，我再跟我大哥说的没事。啊？不要了，我不要。这不你跟你腰呢吗？腰呢？那你还能让我咋的呀？七十，排骨油得等。给别人完你不骂我？多少钱？那现在排骨，排骨十八。好，给装上七十。都扔顶折了，七十。都扔了，我少的先多，我少的先多。你要的一块也得给。给。你说这梨核是吧？是梨核肉这个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这，等会儿啊，待会儿我还有肉。行，交过去，姐，那都是。要几斤呢，姐？少来一点。一点是多少？你说个数。到我这俩六。这些。差不多。是这些吧？对。哥说吃了这，哎，你像你离这一点儿是吧？好，那是多少钱？你记得不？给你了，七十。我知道你给我，没给你要钱。我给两，我给两样，这给你照一百五的中吗？我那肘子多钱呢？肘子肉啊，肘子肉多钱？这都样价。个肘子，嗯，这有点太肥了。有点肥了，咱去点，行不行？我说那带骨头的多少钱呢？一样价钱，大叔。多少钱呢？都十二。这太肥了，不要啊！太肥，给那肥的嘎了它。啊，这个标准中吗？只要不带那小拐肘，啊，少带点，看包骨。行，骨头。你再给我卸个肘子。哎，这前肘子后肘子。前肘。要不要带骨头？要带骨头。这你不是胡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，咱哥带骨头的。你胡吃带着骨头。一百三中吗？是，你到这回正好二百了，我再给你凑一百五的。镇镇。真的挺讲理，这个没要钱啊，买给的。你给那个扔的多好，你给那个扔。其实那还没这块大，大哥，我白给还白给什么？多少钱呢？就光唠嗑了啊？多少钱？一百三。没连子了。我要说白给的，我大哥还要大，还要大块。贪得无厌。贪得无厌。多少钱啊？贪点财别事，别贪色啊。少干的。是要这个吗？两个都给我来着，还要棒子吗？要他都连骨头要，
这块纯梅花，一阵的吧，我都一块腰都是一得了，行不大姐？好，这个不要了，剩这一个。大姐，其实你给我剩了一个是干啥？拿得了，你瞅兄弟剩一根干啥？我都拿十一串，哪还有一根？来个，二百三，哪有一根？嗯，我到时候给这个人搁上，这有人帮你。233了，二百三。那个25，看着我就得整不好吃，你这么做生意我还得整呢，要多少腰条？别超过100块钱，两样别超过100。把那个发给我就。这条了，哎，你等会一中不？哎，我给这个大姐要完喽，我就给你要啊。这大姐这一会儿就下来。好，150中吗？你看你咋还得添那些才150？色儿多好啊！啊，这一点也不差。你看我妹子多会卖，多吃点。来吧。哎，等会儿我。空心的肉。可不，别干嘛人家肉。跟饼干似的。你给我调回来，我看看。蘑菇色要完着，60色，哥还瘦肉。那他不，可不是得跟你卖东西吗？这不婶儿，这60，婶儿你说要哪儿？咋咱这都钱转过来大的？是多少钱一斤呢？啊，这个12大哥，后裙也12哈，都12，都十二。这块给来点，我不得给我切上来一半吧？行，真老，行不？行。好，40。每星期他们这儿买一次肉啊。对，我给你个密电码。好，一旦给我烧来，完就给我打电话。好，你给我给我媳妇啊。行，行行了。哎，稍等会儿，给妹子。得弄密电码联系。一般人别告诉他啊。我看看落在哪边瘦。真的，你说这嘎瘦肉。那是挺饿的。这个要开走。缺一条是吧？站着中吗？行。那五瓜炒菜这都中，都一流一流的。都是这个你。行。跟扔的。那我买就是40。对。这分干啥吃？41了，留40。啊，要哪个姐？我看哪边收，这边收吧。啊，这边收。微信收款。你说对了。40元。哎，没事。40啊。哎，给这帮肥去，嘎都瘦了。喂。啊。刘当家吗？哎，他那有2张桌子。哎，你打电话。他这我你去北门啊。今天吃了。没别的，没有多少。这着写的没有。灯的，说话都说。你这块骨头高了吗？还要吗？你还要一个？还要一个？那还行呢。啊？还是站着。你都要买个呀？这站着。他提过他，我提了今天的。这个我能给蹬点，我蹬买买俩嘛。这屋蹬100多了。这个没有东西买肉的，那100多了。这工作先都有工，我买肉的还没工夫。要买他都中。你看，这要上排骨还多啊！来个，还得行。这肥的杆子，给我修修，我能给我打上。那我还啥桌子拿下呀？你说还用我这？这杆子是修一点。咱们这流泪，这些排骨多呀。啊，挺好。哥，这还有修啥？其实这不用修。哎，是千朝的，我这是千朝。到这儿吧，千朝。千朝，这是。嗯。要哪一个？要这边。好。好，140。来，回家省菜了。这定炸方子肉那个炖着吃呢，不是那哎对。蒸吃。蒸着吃哎，别。这个给拦一张，拦着。这个拦吧。哎，这素拦。哎，好嘞。这真会干活。是啊，天都暖的。来这一块肉。太多了。要多些。不用吧。中吧。这肉好不大肉。这个多少钱呢？占量12。啊，把那边过行吗？行，凑100的不？啊，先给100块钱的中不？行。肉12，我都没问价，我也不问他干啥呀？给100，走。二也过来了，
就是肉。这嘎零你给你搂的。都给这个嘎子。这油这么快，这油这快，他姐们到这给拧出来了。这个买卖的，给那卖的，这一共你说多些个车？我那霸道我都舍不得卖。我那是你有个霸道呢？啊，我那中东版。啊、我那车好，全进口价的。连个螺丝都不带上锈的，这是升值了吧？这车不升值，霸道车白的价格了，没人要了，费油，这东西都要省油的了。这前排后排？后排。后排都是都一个价，前排后排一个价。都一个价。这排骨，这点儿说话。都一样，这都是钢皮的，这都一个样的东西，这地方跟这一样。这有点太低了。这块腰牌好啊，这个腰牌，哪一个腰牌？哎，哎，多好！然后一打的，对，我咋收拾我就。哎，够不那个停。坐来一来。哎。来多少斤？来五斤。给我姐添个上了，别添了，就这些吧，多些了那些。照差一小点，给你添好个地方。行，好。收来这个。看这毛装毛装细的，真好。一个样，大姐，一百块钱。一百块钱一刀。哎，你来多少？一百斤。在这拿呀。啊，都拿了去。好嘞，拿家老板。走。上回买的后秋瘦肉。对，你闹白的后秋，他这没这好吃。你这家伙多香啊，闹白的闹急的。试试瘦。呀。哎。一百块钱。亏多了。哎呀，整小子说的，你多点怕啥的？你多点少点没事。高兴买点啊，买一点啊。那叫人正宗的你呢啊，那叫多热闹是吧？